今天来点不一样的樱桃，这次来到宙斯，你没听错，我没讲错吧？宙斯来看一下，哎，我真的没看过这樱桃哎。来 ，Zeus， 宙斯樱桃来到了巴洛半，巴洛半樱桃多大？大概这么大？不可能，来看一下。宙斯樱桃我们之前没吃过，我们介绍过黑珍珠是特殊，但这个宙斯也是只来一趟，它是华盛顿，我是加州的，换华盛顿，看一下开箱，这个来镜头带进，它这组巴洛半的宙斯，哇、哦，它的大有一点，腿腿的大呢，看一下这么大，哎，镜头拉近你看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放到这么近你就看得到樱桃了。完全零酸气，零酸度，欸，很脆，但它的脆度多一种扎实的肉感，脆但是有扎实的口感。来看一下甜度，在测甜度的同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精油带近一点看一下珍珠哦，超大颗，珍珠超大，原香是漂亮的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现在测甜度最准确，来吧，放这边，哇，这个不多说，甜度计，哦，18.3，这不是温度，哇，18.3。一般樱桃的甜度啊，若在你要以黑樱桃来说，甜度在17、18是很高很顶尖的。再仔细看一下，每一组，这一组尤其宙斯樱桃，来看一下，完全的扎实大颗，虽然是八瓣，但它的 size 几乎快到八洛的 size， 很大颗。这个宙斯华盛顿只来一趟，这种稀有樱桃、特殊樱桃，你樱桃季值得一试。